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伽、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80页第四行，看起啊，第四行课题：真舍所依。前面。世尊苦口婆心告诉我们，要断悟，要修善啊！为什么要断悟修善？今天这一堂课我们看到了啊，解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请看经文：所以这火，彼佛国土，皆积德众善，无毫发之物。经文不长，为什么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？原因就在此地，道理就在此地啊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又四业经曰：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戒，此土须臾间行此为最甚。这个意思，这是经上说的。假如有一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修行啊，持戒丝毫不犯，经过多长的时间呢？一个戒，经上没有说小劫、中劫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劫是一个大劫。时间无法计数啊！今天我们讲天文数字啊，佛经上说这个劫有好几种说法，都有根据。那我们了解，当年佛陀在世，印度也是没有统一，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一样，啊，都是小部落，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说法，不一样。
佛讲经一节大小长短，佛不是在一个地方讲经，佛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只要你能够体会到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够了。啊，不如在这个地方修行注解后头讲啊，一日一夜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地方持戒难啊，难能可贵啊，极乐世界容易啊，极乐世界纯善无恶，你要想动一个念头，机缘都没有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佛在十一经里头这么告诉我们，这是两个地区来做比喻。啊，净国是极乐世界，此土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。特别是佛离开我们2500年了，我们中国人的算法是3000多年，这个姑且不论。佛陀在世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社会比现在好啊。啊，相当中国春秋战国时候，啊，战国社会动乱了，虽然动乱，也比现在好。为什么？人都还讲究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社会有秩序，啊，比不上过去，比我们现在好的太多了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今天行思为善，太难得了，越是难得越可贵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越是难行，你能行，这了不起。佛菩萨看到，都赞叹，都佩服。你明白了，我们就欢喜持戒。啊，戒律是三学里头的一种啊，分量很大了。在佛法里是建立一个宗派，律宗啊。我们要不要去学呢？不必去学了，学了也没用处。为什么？你做不到，那怎么办？抓住戒律的总纲领。戒律总纲领是什么？就是《观经》里面所讲的敬业三福。
你只把这一句抓到，真正能够立心而不违犯，你的戒律就圆满了。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是根本戒。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是佛法里面讲戒律的大根大本。啊，不杀生是十善业里面的头一条，这里特别给我们举出来，慈心不杀。为什么十善业就圆满了？慈心不杀，佛法的戒律你也就圆满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你只这一条做到了，众善都在其中。啊，你愿意偷盗吗？你愿意邪淫吗？你愿意妄语吗？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慈心，大慈大悲呀！你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？肯定是像佛菩萨一样，是来救苦救难的，要给苦难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，让大家看到了向你学习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乱世有一个真正慈心的人，做榜样给众生看的人不多。现在可以说没有了，我们一生没见到过。特别有缘分遇到一个两个，对你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帮助你成就啊！我见到过有慈悲心的人，我见到过不伤害一切众生，小蚂蚁都不伤害他。啊，蚊虫纵然钉在身上也不会一巴掌把它打死。啊，慈悲心的人让他吃饱了走路，慈悲不足的把他赶走不杀他。这些道理不能不懂，真正透彻明白了，你才死心塌地感佛陀的恩，感老师的恩。老师不但教导我们，还做榜样给我们看。我们循着佛祖老师的教诲，在这一生当中把六道轮回总结了，超越六道了，往生净土了，你的功德就算是圆满了。
啊，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，第一个无量寿，第二个不退转。所以说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真的大圆满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又云还是四义经上的话，我见喜乐国，即见安乐土，此中无苦恼，亦无苦恼名。我们看这两句，喜乐、安乐，类似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就诸佛刹土。娑婆世界的华藏啊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谁到那里去跟释迦牟尼佛修行，真正得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明心见性就是法身菩萨。他们住哪里？他们住十宝庄严土。释迦佛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世界，喜乐国、安乐土。啊，喜乐比安乐尤其殊胜呢。喜乐是至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；安乐土是十方世界，法身菩萨修行的处所。这里头没有苦恼，三苦八苦不存在这个地区，不但没有苦恼，苦恼的名称都看不到。什么是苦恼？十法界是苦恼，二十八层天是苦恼，啊，三途六道就更不必说了，这些名称就苦恼名称。诸佛的报土没有，极乐世界没有，啊，于彼做功德，未足以为奇。你在极乐世界修行，你在华藏世界修行，不足以为奇。那个地方都是功德。于此烦恼处，能忍不可思，一教他此法，其福为最深。这是四义经的话啊，这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环境，是经上讲的烦恼处，而且烦恼的程度不平凡。换一句话说，过去地球历史上没有像这样的苦难。那试问问，哪一个人
对地球人类毁灭心不安，感受这个威胁没有啊？原子弹没有发明之前，人没有这种恐怖。二战结束之后，是美国的两颗核弹丢在日本，人类从这一天起，敏感的人他就安，他就想到人类现在有能力毁灭地球啊，能够让地球在太空当中消失，有这个本事。所以安全感没有了，从前没有啊，二战之前的人跟二战之后的人不一样。二战之后真的中国古人所说的富而不乐，他虽然富足他没有快乐，贵而不安，贵是讲地位，地位很高，没有安全感。这一个不乐，没有快乐，那就是烦恼。没有安全感，你说众生多可怜。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，古人是那个时候是想象啊，现在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怎么办？于此烦恼处，能忍不可思。不但自己能忍呢，还教别人，还劝导别人。这个福报是最殊胜的。这什么人？指一些出家在家弘法利生的人，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啊，恶劣的环境当中还能修复。怎么修法？前面说了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祈福为最深的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经上的教诲，无与伦比宝贵的教训，有福的人才看到，有福的人才听到，有福的人看到听到受了感动，受感动是什么样子？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弥陀，求愿往生净土。这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，华严祖老居士详细说明啊，恨不得我们一起同归极乐。这是菩萨，真菩萨。
不必问哪一尊菩萨，肯定不在文殊普贤观音之下，才能发出大慈悲心，才能帮助众生成无上道啊！啊，最重要的是以这个法门劝人呢、啊。下面又举善生经曰：“弥勒出世，百年受斋。”不如我受，是一日一夜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斋，受斋，是受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，我们今天讲24小时。啊，每天收，每天吃，收一次就持戒，就是一日一夜，24小时。24小时的功德。超过诸佛刹土100年呢，啊，为什么？人家那个百年甚是。没有所谓的人，太平盛世，好修啊！啊，乱世难修，难修而难修，难成而难成，所以他不一样啊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下面说了回顾为什么我是众生居无子故，善男子是八戒八斋戒，戒是无上菩提之璎珞，这做比喻，赞叹八关斋戒啊，八关斋戒受的时间是一天一夜，庄严无上菩提璎珞，是庄严身，庄严身相，无上菩提是庄严我们的道业，庄严我们的功夫，以上光阴多尽，正此土行人于盈苦世土，未尝灵犀之中，任能斋戒清净，忍辱精进，故其功德远胜于他方国土，于此土修行，若一日一夜，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。我们听了佛陀这些开示，
怎么个打算？净土好，是我们天天向往的地方。娑婆世界也不错。为什么？在这里修行一天，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，那就有什么不好呢？问题在哪里？这个地方修行难，障缘太多。极乐世界修行容易，没有障缘。你所看到的、所接触到的、所遇到的，都是诸上善人。什么叫上善？菩萨是上善。啊，什么样的菩萨？化身菩萨了，破一品无明，这一份化身上善了。无明没破，华严经上所说的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、是地上善啊，其余的往下降，中山下山，这四识，我们如果要懂了，为什么你心定了？对这个世界也同样感到很幸运，很难得。为什么？遇到佛法啊，没有遇到佛法的人，他不知道，依然是醉生梦死，真可怜呐、啊！死了以后，依然是六道轮回，你是多可怜啊！在这个世间。遇佛法是最可贵的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了可不可贵？不知道可贵，为什么？不懂，不能放下，事出世间，圣贤人的教诲都把看破放下摆在第一位，修行要抓住根本呐、啊。根是什么？看破。本是什么？放下。啊，看破要靠经教。啊，经教上所说的真的，世间法所说的，即是今天讲的哲学、科学，也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是在推测的，是在想象的。后面科学家起来了，把前面推翻了。没推翻之前，他认为是真的；推翻之后，大家晓得他是假的。那么后后胜于前前，这是世间法。为什么不是真的？没见性。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是方法，方法
无量无边。作用一个，帮助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要平等看待，八万四千法门是如来普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我们都要恭敬，都要顶礼啊！我们依照自己的根性，根性烈，没有福报，想成就，那就有个特别法门。这个特别法门就是本经所说的持名念佛的法门啊，也叫本愿法门。本愿是什么？四十八愿，第十八愿是本愿。念佛法门，只要具足十八愿所说的条件，你就能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。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啊！你有坚固的信愿，相信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变法界虚空界只有这部经真经，对我来说，我相信它不是假的。我发愿，这个愿是真的，我真想到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的时候通通放下了再没有怀念了。我这一生当中要脱离，纵然造作的罪业，无逆是恶，也不怕。这一口气还没有断，我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。幸运持名。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，这样还得了吗？我们学哪个法门能有把握？也是这一门呢。除了这一门，没有第二个门可走。海贤老和尚走的就这个门，他不认识字，他没有念过书，一生没有听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念过一部经五堂功课都不会，在人家寺庙里头做早晚课，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，佛号声不中断，真诚恭敬，他那一句佛号比经咒的效果更大。为什么？他是清净心念，真诚心念。别人那些功课、那些经典的时候是妄心念，是烦恼心念，不一样啊。清净心生不善，烦恼心不清净，功夫不一样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你能够斋戒清净，
能够忍辱精进。这个世界不能忍辱，什么都不能成就。不但佛法，世间法都要忍辱。大人有大成就，小人有小成就，不忍没成就。不能不懂啊。所以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事业，事出世间的事业与别人不相干。这句话牢牢记住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与什么相干？与自己相干。自己要认真，把事情当作真的，障碍就现起。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你就畅通无阻。啊，为什么？不是真的吗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这一个色代表五欲六尘。为什么？你能放下，你不会把这些假象放在心上，染污自心，这个重要。自己一切时一切处身心清净，口业清净，三业都清净，那忍辱，受任何一样的忍辱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欢喜的事情不放，不欢喜的事情也不放，心上除阿弥陀佛没有别的事情。这就对了，这样啊，一日一夜，身在无量寿国，为三百岁，不是普通的佛国，是一切诸佛里头第一殊胜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这个地方修行一天，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我们再继续看底下的经文，此方十方比较，啊，分为两科，第一小小段十日千岁，我们在这边修行，修行十天，胜过他方佛土里面千岁一千年。说明他方国土没有这些波风浪啊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社会的动乱带给我们的，带给真正有智慧的人大利益，没有智慧的人大灾难。这不清清楚吗？啊，真的搞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所遇到这个环境不能说不好，很多人想遇遇不到啊，快速成就，
由此可知，净缘没有好丑，好丑在于心，在于我们念头。我们一念善，好啊，一念不善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经文，于此修善，是日是也。甚于他方诸佛国土，为善千岁。念老的注解：是日是夜，甚于他方诸佛国土中，为善千岁。我们愿不愿意干？真正认识之后，娑婆世界不错，娑婆世界能叫我们快速大成就啊！又何况我们生到哪里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无与伦比啊，无比的殊胜啊。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真实所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原因？请看经文，所以这火，所以这火可以用为什么打个问号。他方佛国，佛得自然，无造物之地。这把原因说出来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往昔无量寿经钞注解里头问，秽土修行，若殊胜者，在此可修，何愿净土？这问得好啊！这个世界不错，好啊！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一百年，我在此地修多好，我又何必到极乐世界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下面往昔大师的解答如要机缘，此经虽显修行难易，非显善根深烈。譬如贫贱失一分钱，虽可称美，而不能办众事，太少了，办不成事。富贵舍千金，虽不可称美，他有的是钱，千金在他不在乎，哎，他能办事啊。二界修行也佛如是，在净土，在娑婆修行的状况就跟这个比喻相似啊。如果与俗伴成佛利他重视专心净土，何留秽土不办佛道啊？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俗伴成佛利他重视，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。如果你有这一愿的话，你往生的愿就非常恳切。往生不是为我，
是为众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有能力办成佛利他的事业。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什么时候能办度众生事业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行了。虽然你自己没有能力，佛力加持你。你看看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说的是什么？四十八种加持，我们没有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有了。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具足四十八愿。阿弥陀佛领队啊，我们在后面跟上了。成佛为什么？不是自己享福啊，自己没事啊，真没事。为什么？他没放在心上，他用真心，他不用妄心。真心就是发心，发心现大千世界，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啊，这些是插头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众生怎能受苦受难，菩萨不忍心啊，到极乐世界去。我常说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？戒严众生，到十方世界见众生。每一个往生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，也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度有缘人。这一点要记住，佛不度无缘人，没有人他不接受，有缘就是他接受啊，他跟你过去生中有缘，你很容易度他，是为这个事情发心的，没有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的人，这个念头不能往生。这是诸位要特别记住的。多少人念得不错，念到最后，自私自利没放下，还是不能往生。真可惜。下面我们看念那注解，又具景心大师的意思，此间一日胜西方百年之善，此修难成果，为此徒进修甚难，难能故可贵，这难能可贵。至于生彼国俗得无上菩提者，彼无时不修。极乐世界修行没有中断，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有中断。这个要知道啊，这个难能可贵，但是生彼土速成无上菩提，无时不修，极乐世界修行不中断。两种说法念老给我们说的好，不相违背啊，仅先说的比往昔的殊胜啊，这个地方修难成，极乐世界修容易。
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佛爱受受法劝行，唯此世间善少我度，盈苦摄度，未尝怜惜。这个世间苦毒啊，这个苦毒我们今天在承受，是我们亲身所受的，太苦啊！毒就是贪嗔痴，三毒啊，哪个人没有贪嗔痴？连小孩，不满三岁的小孩，他都有贪心，我们亲眼看到。快要走的老人还有放不下，他不肯放下，难在这个地方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说到此地啊。前两天有同学告诉我，说在大陆有人说我们基金会，就是支持英国汉学院的这个基金会账号是假的啊！我今天借用这个时间把我们的账号在此地让大家看到，哎，放大了，放大。要不然再放大几张，通通它通通可以看到。啊，希望大家看到之后不会发生误会。这个账户头里面的存款完全支持英国汉学院，不做其他用途，啊，受香港政府的监督，啊，不做其他用途，专供借汉学院。希望汉学院圆满成功，啊，谢谢大家。